公司到底多重要？我拜登不错，你竟然为了上班不穿告别式？你跟我说你今天大嫂，我没说，我跟你说不止一次了，我受够了，我们分手吧。这是一件小事，如果真的要分手，对啊，对你来说是件小事，小事，对啊，小事。你别这样，哪里遇到你？不用了，你不用过来了，也不用找我了。我让你后悔一辈子，看你心到底有没有。啊，我来陪你。抱了你，还要闹多久啊？